大礼物就到这儿去。那，这叫长还有筒子还有降低的，你到这儿了，你出去吧，你都干不活了，家里有这劲，那到这儿来。叫普通吃吧，到这儿。到这儿我给你推，你看吧，像咱这东西都收拾好点。收拾好嘞。就是谁的能力。啊，就是衣裳那点衣裳，别的没有什么。现在已经到望都服务区了啊，现在走了差不多有一半路程了，对吧？呗，吃点吃点这个吧，你吃这个水果吧。你想吃鸡大骨？吃点辣的，是吧？还有水啊，城还有水里啊。子彤，啊，吃啥呀？哥，结婚？弄冰棍了。啥冰棍嘞？都约了，订好了都。谁约你了？瞎说。嗯。你也跟着我去吧，跟我爸妈去。你别瞎说了，谁给你约的？俺姨夫给我订好地儿了。俺姨夫给你发私信了。是啊。俺姨夫订好了。啊，行，俺姨夫订好了，那行吧，跟着你去吧。听我要去外省来了，行吧，一会儿订，我喝这喝那，订好了。是啊，姨夫给你发信息了。啊。行，那个衣服给你发位置了是呗？发了。那你给我导航啊。嗯。到电梯在那儿嘞。在这儿。嗯。往前走走看看。穿衣服在那儿等我嘞。开了几个小时？聪聪，你俩想吃啥？猪肚鸡我吃过，还很，还是不错的。然后椰子鸡呢？椰子鸡是甜的，是椰子水煮的。啊，行行，没有吃过。椰子。哦。椰子汁。猪儿让你们品尝品尝，彤彤是第一次吃啊。嗯。再给你吃过，我也没吃过。你给我微信上说，我才知道。哥，你们先试试。就是这汤特别好喝。这衣服咱俩从就是九月过完年之后都没有在一块吃过饭。是啊，你一上学我上班可不嘛。来，嗯，凉饮。好吧。江斌喝吧，开车热，今天也热了。哎，江斌，我怎么觉得到北京热了？还是心理感觉，还是咋回事？北京就是热，一边老家是呗。老家下雨，出来的时候还下雨。喝八个，凉呗。肯定凉。有的那连两份羊肉。椰子汁。想热也可以吃了吗？啊，行，我们先喝点汤，尝尝。行。啊，行。椰子汁。彤彤，你看着啊。嗯。它味道不错，还行不呗，江斌？对，说习惯不习惯，习惯，挺好喝，肉特别嫩，加上这个，还行呗，彤彤吃惯了呗，哥，吃得惯，嗯，行，挺好喝，喝点，再给同志，同志一会儿咱喝点转什么，吃上没？哥，我喝着吧，好，吃啊，自己吃，一会儿吃完这个有，吃完这个来喝这个有吗？有意思，合适合适。我没有味道，有这是这肉多嫩，这肉。你吃你吃。吃完来涮肉吧，把这今天吃了。吃完了又涮羊肉。
嗯，好吃。多吃点啊，嗯，还有羊肉的。第一次吃，是吧？嗯，确实特别嫩。酸奶起酥，大家不相信，已经生了。对，完了之后拜手，我说生的，别说了，这三分钟你想啊？来，来，多吃点啊！多吃点，彤彤，虾米。彤彤多吃啊，长个的。嗯，我给加点肉。这肉我能吃，肉我能吃。自己夹吧，一不不用夹，吃吧，我自己夹，我自己夹。你不结婚就看他们俩。就是我把你俩服务不好啊。别人衣服。自己夹衣服。自己吃慢吃。没人慢慢吃，不着急，慢慢吃，对，慢慢吃，慢慢涮。我自己来，你吃你的。对。一块儿对，兄弟放那个。味儿面条，来一锅。啊。我要今天就吃饱了，吃撑了，吃撑了也是吃八个。椰子水煮面条，吃饱了，多吃点。还真是椰子水煮面条，煮面条，你吃过这面条吗？没有。尝尝去。嗯，是呗。